就等上他了，我够不着。那这一层上他的光怎赚得着啊？那他不老实还。我这马鬃又长，我他妈的给夹一回，你这马鬃带劲，他这还长哎，还看走了。那玩意儿别带那玩意儿，那个带自信，人家比啊，对啊，我买的时候我一看，带完脑，慢慢吸。那人家，还是要整脑没整脑。这么斜吗？这夹全是石头啥的。看、啊、这小刀不起眼就是快，你摸了摸，那不对呀，你摸也不行。咱这是给人做的刀，样儿不没有样儿，对不？就是快，那好的不敢用，那好的他妈这没有长完的石头渣一拉就拉完了。哎我操！这哪呢？我干完一个钉儿了。我干完一个钉儿了。这是第五天。家院拉拢，那炉子那大了，挂不上。那皮子都长歪歪的了，那人家不挂着呢。正常这是我开始挂的，完事儿的话，夏天的时候你得挂一下，长皮子。你像我那马掌，后皮子掉的一个不行。哎呦，这小蹄子不赔，人家没掉掌那个就打。你这螺纹的后皮子，小蹄子才多大的？你再斜一点，头顶不敢投，扇子不敢投，浅了都捅的时间不多。现在这地儿还行呢，提着磨苦点没事儿。大龙这一干啥呢？喂牛放羊。又整羊了？你太能干了。那就养牛羊啊？多少啊？八斤。羊搁沟里？那你连羊一牛一嘴不放吗？你告诉他说你们搁一块堆儿，他俩放不到一头一块去吧。你说你们别打架，这啥是放不了一块的。卖了，不是卖，
不像过去有大年皮儿的，这过去有大年皮儿的话，连牛带羊都能放。对吧？那要离远点，再远点。够了，这家一分钱。不老是吧？不老。咬人。指定咬你。那天我没注意嘛，怎么样？啊，那谁那个？他还在也没有干。啊？还在也没有干。干的比较。行，他也干。大伟娘，那你走，我给你干。啥事没有？费劲也费劲。不费劲。你看那石头，就这一点，一点点儿。哎。你看这么，人家那玩意儿是随那人儿。啊，铁子哥，随人儿。你要动摇了，那哪儿上哪？他就说早的话，再挂吧。铁炕要早能完了，就挂这些得了。那等那还得来你说，两三天不差两三天。他说没事，指定说都补了好了。那走呗，快走。这家他俩干那个就是那个山东手里那个，也爬上干快。那我也过去给我那天我就管啊，小盘岭是吧？不是，是小盘岭，大马羊什么？俺那还进去春天挂的大马。挂的，我编号15。知道，没事，有事儿要就过去。不抓不抓，你送我那你不抓，你还抓？对，不抓了，那行吗？